高度1.30，红队选手胡祖威第一次试跳，预备。胡祖威挑战130公分。哇，这个收脚的动作非常的漂亮，也是第一次试跳就通过。对，他现在感觉起来都还是不费吹灰之力耶，我觉得他有机会可以创下打灰纪录。你赢了，第一次试跳，预备。林颖乐挑战130公分，第一次试跳，哇，在空中可以停顿停留的感觉，顺利过杆。而且其实我觉得，在这个女生的跳高上面来看，林颖乐都是速度带的最快的，对，对不对？调整节奏。好，林思雨挑战130公分，第一次试跳。他跟另外两位选手不一样，他是跑用左脚起跳。晃了，杆子没有掉下来，顺利过杆。他们通通都要挑战大会纪录了，太棒了！林思雨应该也是创下了自己平常练习时的最佳成绩哦，因为练习的时候大概平均都在125左右，但是今天在比赛的时候呢，冲到了130。现在的高度是全民运动会女子组的大会纪录，郭芝颖保有的135公分，胡祖威第一次试跳来挑战大会纪录了。哇，这个纪录已经高悬了，从第一季一直到整个第二季都没有人打破。红队选手胡祖威第一次试跳，预备。胡祖威失败了，可惜。哇，不会不会，还有一次试跳的机会，我非常看好祖威。其实如果以前面他过杆的那个高度，感觉135公分是可以过的。对，其实这个时候应该是有点心理压力吧，你会觉得有一个郭芝颖障碍在那里，给自己一点压力这样。哦，蓝队集体在场边帮妮娜助威。林颖乐要来挑战大会纪录，结果碰到了杆子掉下来，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我觉得啊，他都会跑了两三步以后，突然一个顿点以后就加速的那种感觉。上楼里面有过哎，前面两位女选手挑战大会纪录啊，第一次试跳都失败了，现在要换林思雨来挑战大会纪录。林思雨的起跑垫步，林思雨拼大会纪录135公分，很棒哎！结果反而是三位女选手当中比较不被看好的林思雨，第一次试跳就过关，而且是一次过。哇，宇宙已经连续好几个礼拜都给我们非常惊艳的感受跟表现。高度1.35，第二次试跳，胡祖威，请。我想现在宇宙的心里面呢，应该是已经放下了一颗大石，他再来就是好好的挑战自己了。享受享受。红队选手胡祖威第二次试跳，预备。可以哦，你可以。不要忘了哦。胡祖威挑战大会纪录第二次试跳，结果削到了杆子，最后杆子掉了下来。吉恩刚刚祖威是脚抬得不够高吗？是不是？对，他是有一点强迫自己赶快下到垫子上面的那个感觉，就是没有让自己腾空的那种失重。你啦，对，胡祖威135公分，两次试跳都失败，他的成绩是130公分，也是大会第二高的纪录了。加油！现在轮到林颖乐，加油！135公分，第二次试跳，速度啊，林颖乐
这一跳啊，结果起跳的时机点掌握没很好。对，所以林允乐也是止步在130公分，不过他跟胡祖威双双都创下了大会纪录的第二名。哦，再来我们就来看林思雨缔造奇迹了。哎，为第三季创造一下。哎。全场都在帮宇宙加油，不分红蓝两队哦。对，哎，第三季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爱上！记录写起来啊！哦，林思雨啊，前面六跳通通都成功，已经平了大会纪录135公分。他现在要挑战140公分，第一次试跳，犹豫了，跳的时候真的犹豫了，他整个肩膀撞上去。不会不会，还有一次机会，宇宙休息一下 ，OK。有一分钟啊，你可以稍微沉淀一下。对，想一想，想一下。以后的艺人选手也可以去思考一下，前面真的能够 pass 就 pass 了哈，保留体力啊。就他现在已经要第八跳了，再要挑战大会纪录，结果也失败。所以林思雨他的成绩是凭大会纪录的135公分，凭纪录，凭纪录。可以了，跳高留名了。好，红蓝两队的女生成绩经过加总之后呢，蓝队的总成绩是245公分，那红队是265公分，所以目前红队是以20公分取得领先。哇塞！二二二二二二，欢迎回来！宇宙赞啊！太扯了吧！